我是味千拉面市场部的孙冰洁。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我想听歌，你都得唱给我听。我才多大，干嘛那么着急把我嫁出去？有些人呢，就是这么计较。你觉得吴峰他怎么样？我觉得他还不错啊。再说一次，我让你再说一次。你现在哪里都不准去，你一定要抓紧你自己的梦想。你还在演戏啊？